2021年一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，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为了金钱或者生存，人性可以几黑暗。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，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，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，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、89民运、金融风暴、03沙士、金融海啸，一泻雨散都生存到。今次的游戏是怎样呢？ GG 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，为你们记录历史，见证时代变迁，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 GG Channel 试播开始。